因為就是和諧頻道咯。今天來呢，其實呢我真的很想支持和諧頻道的，因為和諧頻道呢其實跟我呢都有很多關係。很多年前呢我已經呢答應了和諧頻道呢拍很多的片呢，讓更多人認識福音的。最前端的方法呢去傳福音，主要都是希望透過將來這些用啲現代嘅科技啦，啊，將呢啲傳播嘅速度啊同埋範圍更加廣啦，令好多人咧就因為認識耶穌啊，有呢個真理，咁而咧喺聖經上面得到好嘅教導，而係成為一個有生命嘅基督徒啦。我就希望頻道咧真係追得科技、IT、網絡，所以今日咧我希望唔好落後 IT 部嘅製作上面咧，係做一啲創新嘅福音的信息，希望呢靠住神的恩典，希望弟兄姊妹一起来到祷告来支持。如果你有一些节目可以贡献的话呢，我们频道都很欢迎充实这个的制作，使更多人是蒙福，藉着这个频道得到你和我的祝福。